你还是吐司哦，好好帮你贴心的弄好了，所以你直接拿起来吃就可以。我看一下肉松吐司里面包什么，肉松，我就包肉松而已，吃看看吧。还有蛋，还有蛋，再来吃。还有小黄瓜，可以的，你会吃吗？小黄瓜，小黄瓜其实蛮好吃的，它蛮营养的。怎么样？你吃得完吗？可以哈、哦，那我吃我的汉堡哦，那你吃你的吐司好不好？吃完了，我现在吃米浆跟肉松吐司，肉松蛋吐司。那这个是我的是汉堡。哎呦，那还可以，好吧，慢慢吃了，待会就要上课了。